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，消失的光芒，消失光芒，这是默认特效。这个感觉就比那个森林好多了，森林得摁住啊。大家这个战斗帧数都还是蛮高的。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啊？后面没有人的话，其实倒无所谓啊。基本50人以上，这个帧数人还蛮多的。但是不知道晚上这个帧数怎么样。29，39。反正两脚的话，怎么着都能踢倒吧？我去，好吧。那些应该是打不完了，还是走吧。好像是走了。哈哈。算了，不上这边了。那咱们就先做个任务吧。去找一下那个泽雷医生。让大家跑的过程，你看一下，一般基本都是60帧啊，问题不大。哈哈，嘿嘿，他也打不到我，我也打不到他，但是我进去的话，他肯定会打我的。
防止他起来了，我们再踹他一脚。好了。到底没有下路攻击啊？哦，好吧，你的后宫是怎么了？你的后宫全还过来了，后宫有男有女是怎么？过去，我去，他为什么不打我呢？嗯，好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哈哈，已经掉了这么多点滴血了，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咱们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先走就行了。也不大，他们追不上我。这个地方跳不过去，那就下去。先把他踹倒吧，比较安全一点。
这个地方咋进去嘞？哦，应该是从这面啊。我想一想啊。好吧，算是光芒就录到这里了。